有嘛，差唔多過嚟啦。嗰啲就黑金嘅問題咧，實質危害咗香港整體嗰個嘅法治啊，個平等嘅精神，亦都令到一意見喺度支持呢幾位議員嘅投票嘅嗰啲民眾咧嚇，要俾佢忘記苦女。咁啊，最關鍵就係喺呢啲咁嘅事件，捐獻者李嘉自己坦白都道明出佢捐獻嘅事實。我哋有啲受益嘅人，到依家就死街撐埋句，包括又搬出自己嘅先生啊，贊送嘅支持佢嘅參選嘅嘢，即咁多籠籠統統嘅嘢喺擠牙膏嘅情況之下，仲喺度白開隻眼嚟瞞騙市民咧，呢種嘅可恥嘅行為咧，我哋覺得真係有必要係用法律嘅途徑去追索啊！即特別喺最近嘅和民政，你在學嘅人都聽見啦，攞咗嘅嗰個時間表同埋嗰個當其時所發生嘅事件，完全係一味喺度迴避嘅。點解佢唔坦白一步到位？喺一系列嘅，包括由三四月份開始嘅銀行啊、私營嘅嗰啲咁嘅營業單啊，數字出嚟咧，澄清自己嘅清白咧，係嘛？一定係背後有啲問題喺度嘅。咁之所以令到我本人咧要積極嘅參與呢個咁嘅運動嘅參與咧，因為我哋都感覺得到社會上任何一個長者都會夠曬老哥細事偷針，大事偷金，係嘛？咁一個媒體能夠幾乎不啲負面嘅為咗利益都會做嘅，已經係一個熱切嘅熱愛香港嘅做一個地底嘅嗰個特首嚟支配一班咁嘅政治人物，係咪有啲更加可疑咧？係嘛？我所以我對呢個政治黑金嘅話咧，係強烈嘅要求當然希望亦都係各位呢個記者媒體能夠亦都係針對呢樣嘢廣傳出去。希望等大眾能夠明白啦。